嗨，大家好！好多网友呾想爱同我分享一撮潮汕个古物件，今日就甲大家盘点一下潮汕人许撮淡水烟狗大啊，离唔开个必备药品。首先呢，就是行公山啊，装置定位无咪好，或者是档数啊、行车行踪个，这个拢好食。伊个味乌肉重，啊，遐去卤个呢，片落到哇，遐是拍葱蓉，遐硬个呢，透水食。接着用呢就是瓦绿油，苏根瓦绿，真实是袂毛啊，肌肉酸痛、筋骨拉伤啊，就着去抹伊啊，抹后呢，心里感觉呾哎，好着背声。再有乌青菇，这个名非常趣味，人是剥掉还是那转掉乌青结块，就爱剥伊，剥了隔两日，伊个红汁就消失就好在，也非常神奇。这个药呢是叫做清凉粉，黄的应该护肤粉，后来呢又出了别的药叫做蛇粉，潮汕人也喜欢用。热天时，大人喜欢用伊给老囝个颔啊、加脚棒啊、各人鞋啊，抹上几撮蛇粉啊，去味之长，骨骨亮亮，非常舒服。再有这个症呢，叫做黄金油啊，这就是阿公阿妈必备个居家良药，出门也爱扎个良药啊，头疼抹头，肚疼抹肚，还是咱惊咱喝着抹脚抹啊，抹食个时候，佮抹来炒硬，会有灵症提升。这顿黄金油虽然水水，也非常好啃，也就差不多是解硬硬皮三个解硬硬皮，它都在向大，出门旅游扎来身顶也非常方便。虽然这种物件已经离人远去，但是人是有感情的，哼哼，看到非常稀少老物件，欢喜内心充满着亲切感。